你搞不好他会录到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对啊，64，64。他卡住了，大家等一下。感觉不太卡住，他有时候会卡住，我不知道是什么。关掉通道就比较快。没有，这样比较快。后头加一次。嗯。有一种我们，反应竟然很快，你攻击竟然太慢，攻击竟然太慢。然后很恐怖吗？对吧？一个玩还是很恐怖啊！我们说是因为两个玩这都不恐怖啊，对整个玩的就还好啊，没有，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免疫了，完全免疫了。对，一个玩还是很恐顶怖多啊。只是被那个突然撞断了一下。没啊，可是我到现在还没被压到。有啊，那电视出来被吓到了。没有啊，有，我刚不是跟你说没有，我就是跟你说我在后面。而竟且然有超强我电几乎报！都是被你的反应吓到，因为我有被吓到。对啊，可是目前还没有。有突然间就觉得，我还没被这次吓到之前，然后我就看到你有反应。那 你反应也太慢了吧？就感觉反应太慢了。你是反应太慢，所以天生都不会被骂。嗯，那也不错。一点都不好吧？如果你真的活在那个道说僵尸的时代，你会那个？就不用先不用怕直接上麦。不是啊，你不会被吓死，但是你有可能被打死的，被僵尸给咬死的。不会而已。你反应太慢了啊，我僵是尸看咬到死。你吓到的反应，那我吓到反应就不会出来，又不是延迟。哎，那个梦幻女这样会翻倒，出了命。我有充电毛病吗？你啊，那对啊，然后还有什么？超强铁棒。对，三级铁棒。问退出。你要退出干嘛啊？突然间交给电脑，对啊，画面特别小，也比较薄。为什么不要弄成主页？切一半，要不然就是全面。虽然会拉到画面，很小。对，那对，先探索吧。我发现克雷尔这边的弹药比较少哎、欸，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军队都被那个小鬼。没有啊，你比你大一点。那没有哈。モイラと合流しない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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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画面上面字不一样。モイラと合流しないと。废话，不一样。那他跟你提示モイラと合流しないと。モイラと合流しないと。モイラ。莫伊拉什么东西那里？莫伊拉的 voice 是哪的？莫伊拉的 voice mine。不是的，你也差太多了。莫伊拉 voice 哪的？哈哈哈哈哈！你说什么东西是哪的？哦，有猪在这里。
是我们天天都有充。没有吗？ねえ、ニールは何のためにこんなところに来たの？わからない。本人に聞いてみるしかないわ。马上打王。然后打有分左右边，演一边。我这边只有一个兵。霰弹。オーバーシア。オーバーシア。オーバーシア。ここも彼女のテリトリー。ねえクレア、なんか変だよ。気をつけて。なんか。那卡是什么？那我说的。那卡不是钱吗？那卡就是。我看你才是钱。那我说人家，你要跟人家讨钱，就说把我肚子给我。给肚子或给命。对。我那卡也就打。你也是打。プロメテウス、神の捕らえられた男。神の捕らえられた男。そこに答えは。プロメテウス是希腊神话那个被钉在石头上的人。是吧？嗯。啊，那个是。他被处死，他被罪犯的大罪，他好像把火分给人类，然后就被钉在石头上，然后每天会有七只乌鸦穿过他身上。探しましょう。一定是那个亮的红灯，亮的就是绿灯。我看，哎，啊，这里是那个吧？这里来过，哎，在桌上的，那这里好像没有来过，没有了。那红灯怎么看？那个網膜認証工場に厳重すぎるわ。私たちの目じゃ先に進めないよね。どうしよう。那要去另外一边去拿。拿眼睛认证。欸，怎么你怎么找到的啊？看一下你在哪里。对。一次而已，又没有多好。那有弹药可以吗？那可以，到底可以拿几次？干嘛？好，那就一直玩，一直玩就好。一次刚刚装九千多吧。到底是捡不到那么多。我左轮是零的，我看一下。哎，靠边，我要去工具箱一下。算了，因为我左轮是零啊，我想说要不要？有没有其他一项可以换？没有，好，不要了。应该不用。两把，另外一把不用。还有没有装镜片 ？Damage one。外的是范围加大，散弹枪可以装。没有，我散弹枪给他装范围加小。难怪那打人家左一枪右一枪的。散弹枪没有，我玩完左枪右枪完全没中。我拿散弹枪去打，没有。有啊，那拿完用贝里了。哎，那下级哎，没有下级。下面几个？下级我用在那个好了。左轮，这个。那下级左轮感觉不错。下级小枪啊。下级左轮没讲啊。下级小枪，小枪比较子弹比较多。哪是这样分的啊？重点是威力比较高啊。用。有你在，我还需要拿出左轮吗？那铁棒是三支，而且我左轮子弹是零呢。为什么你的左轮子弹是零？不要，那我可以打破的，不打破。你可以进去哦。这样来讲话。
啊，多门的。咦、欸，这个打开？其实变门机，是打开了，为什么需要到？你有看到吗？对，这是小小的地方而已，为什么要到？对对对。你接啊，你我接啊。来试一看你的铁棒。哐哐哐，进入机关块。铁棒，冲扁他！不要再扁他，不要再扁他！冲刺铁棒，我操！没有比较厉害、啊，武功比较厉害，冲刺王不会接、啊。我们冲刺王不会接、啊，他不是冲刺会比较强吗？在后退，哪里？在这里，没有在室内。哎、欸，后面后面，抱抱了，抱抱了，后面。闪灯！哎、欸，他直接爆掉，他直接被我炸死。好险！哦，所以他是贴近我，就找引爆。里面很多冷冻猪肉，冷冻猪肉好吃吗？要去哪个地方？对，妈，要两，已经两间，两个没需要会不会？两个加工洞哦，大门需要没有？加工洞是什么东西？不知道。钥匙加工洞，厕所，厕所最恐怖了，你应该知道吧。哎呦，厕所还有几条狗，你哪敢捡呢、啊？人家他人家插断屁股了，怎么敢捡？没了，哇，那个从外面进，我埋伏外面，好吗？摸摸好，就上楼或者是上楼，那这边有让他们吗？哎、欸，那是我们进来的，进来吗？这个，这是捡的，那是上楼了。把酒，靠边，是挖水眼睛。把酒我帮出去。哦，里面有人，眼睛拿来。一击，好，一击，一击打出体技，给你。两个加起来伤害已经破万了。哎、欸，还是还是躺那边，还是躺那边。怎么会爆炸？体积，水。我真不想让他活，这边好像亮亮的。有爆炸。这边。哎、欸，这是什么？没有文件。然后就不放门锁起来，哦，从里面反锁，哦，所以一定要打破玻璃才进去。好烂啊！那我是直接看到玻璃就打。回去一个，啊，やっぱりこの方じゃ。好，那我这边应该是剧情的地方，是吧？我们刚从这里来了吗？对吧？这里上来。啊，我那边过了。嗯，我们从这里上来吗？哦，不是的，因为下面有个门。对吧？那还有第二个门。可以进去，三小。哦，
啊，明天的天桥，我再也没有。钥匙，不要乱拿。这个钥匙拿了，感觉一定是出人命。哎，应该是要紧，应该是要拖。好，交给你想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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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对，你用药，你用枪打射药子弹。他没有准心，哎呦哎！撃ち落とせない。水。見た目より頑丈ね。我也不能推你。他推啊，像蹲下来，他会有那个东西。用先蹲下来吧，他不会自动。就不能推。好，那应该是他有东西，没事，你再去摸一下。好。我觉得比较好玩。没错吗？那个门开了吗？这个怎么还有一个？没有，再问你重要什么？这门没，这个是这样，加工洞，第三道门。那这边有什么一个往上的、啊？那厕所你进去过吗？二楼厕所你去过吗？没有，那个厕所应该是要从。这里还没去过，哎，就这里啊，这里还没去过。厕所，新的厕所，还没去过。很恐怖啊，你去了。是啊，先把旁边看看。没有。哦，这是门全关了。那边有人。那武器露出来，躲得不好。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打。去，我只要手电筒照一下，然后敲下去直接打。没有东西。那厕所捡到草能吃吗？变身，他变身。他会变成啊，那不是没路了吗？没路了，是不是只能去思考那个结局？啊，没有人住，没有人。都发现了，这母伴不竟然过了？哦，你没有看到？你挂什么？没有，从这里上来。嗯，也是锁住的。没路了吗？我们要去解谜喽。是吗？啊、哦，我总是要被看点那个。
应该先来啊！我知道了，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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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躲在旁边。你也聪明哦，你也是聪明蛋啊！先把你把那雕像压碎，然后钥匙就掉下来，这个连接放。你好聪明啊！我电脑看攻略哦，屁呀！到喽，耶！我们有三个地方可以去。是啊。哎，人啊人啊！你敢去？他讨厌你的那个心理器啊！我帮你看其他人有没有用的。对对对对对。我把枪，哎呦，后面有人，后面有人！灭敌进攻！我起鸡叫地上那一只，我起鸡叫地上那一只啊！那我后面怎么还有人？我打九倍费，那狼就交给你了。你有感觉我今天特别没用？啊，我还在被躺在地上了。哈哈哈哈哈！我那攻击炮我就没有算了。那把太大，太大了，我就跟那个巨剑。你说你的铁？他的。我都没有算好攻击棒，一直没挥棒就挥到他。没事的，没关系啊，你还是很强哎。这里啊，这里，他把门打开了。他打开了。对。选人都蛮多的。哎，到底老唐都玩这只？老唐玩这只什么意思？都玩我这只啊！啊，都玩我这只啊！你都没有玩？对，那是我没有玩到。都没有空瓶，这东西越来越多了。这里空瓶，空瓶。空瓶捡不起来，空瓶捡不起来，靠你了。这边有一个空瓶，上合成，又开亮了。叮叮当叮当，咚叮咚叮咚，有没有听到歌？有，因为比较壮丁。好像说是俄罗斯的音乐。是吗？我不知道。嘟嘟嘟嘟嘟。在哪里？在这里。你找到这了？哇，这是什么？我看到这个卡，哦，有人来了。你自己要靠边，没打到。哦哦哦！无双好强，已经被对面没有。在、哎、后面吃，后面吃。好、哦，不错。好、啊。这是被我一发，我一个一发，你就是戳地板。哎啊，这里是那个啊，一楼的那个门的。所以是连通，哪有连通？它只剩这个分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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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看就看到绿场。啊 ，shit！ 我知道这里是什么了。被打出来了。对，还没有看到有存档，代表说我们一定会重来。这是什么 ？A 是什么？哦，这么帅。
觉得什么？那什么说那个用光照道路，然后用光照，然后那个道路就会显示出来。啊，你是这个？嘘でしょ。ね、このまま行ったらまずいと。你卖得了吧？そうね。啊，你讲你讲。うかつに動かない方がいいわ。何か方法を探してみましょう。让他干嘛？哦，这个女的，那太猛了吧！那完全没有被找到，找不到。我不用跟你走，我们只要在上面跳。应该是警方。好，那走回去。我不用跟人家过网了。那我是要给你点新鲜感啊。暗路，我继续帮帮你。对，你把那个没有讲。叮叮当叮当，叮叮当叮当。噔噔噔噔噔。怎么又这样子？哈哈。小林这边怎么没讲？啊，这比较远而已。看走错路了，奇遇。这边要走这里。那样，你要先过去，先过去。先过去。啊，从这里过去。会死。这里过去会死吗？哎，必须慢慢走单。那可是这里不要到。那边没有东西。啊！两波呀！啊，他不是刚跟我说到九路了？到底照理说我要踩这样脚印。好吧，那我今天上面把它全部找一下，照比较远就好。我来拿东西吧，你直接去。为什么我过来这样？我搞不好从这个方向。我来那个一读取。嘘でしょ。ね、このまま行ったらまずいと思うよ。そうね。うかつに動かない方がいいわ。没有啊，明明就没路。何か方法を探してみましょう。没有啊，他刚才不是有分路吗？你不要走那岔路，你要走这里。对啊，你不是说，你不跟我说从那边过去会死？不是啊，从那边过去就要从那边过去啊。那变啊，你直接盖过脚就从那边过去会死，所以我拼命的在找那墙壁的路。不是，我意思说，你不要，你要绕回去这样走，不是说不能这样直接切回去啊。有点，有点，稍微走出去一点。鸟光卡，鸟鸟的光卡，鸟鸟的光卡，帮我拿个药草。你这病多呢？我有药草，我抬不起啊。好天啊！你这病多啊！我操！嘘でしょ？ね、このまま行ったらまずいと思うよ。そうね。部活に動かない方がいいわ。何か方法を探してみましょう。老到我面前。明明就有些就已经扫到了。
那这样做的话，应该做成那个脚印是死角的，对。我冲过去了。没有，你还是不敢死，当然要跟过的，是我跟过去的。斯卡拉斯，是我们认证的。最好拿玻璃镜去我们认证啊！我知道要干嘛。自己过来过来，呼呼老不知，下楼道面。气的你，嘴巴炸翻了。好多只，你后面，你后面。啊，你今天过来啦，你干嘛？等一下，好像洛克人机器枪啊，等一下。哦，洛克人机器枪好强啊，踢一下就死了。你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咒力，我就想到了。きっとそうだよ。試してみよう。那怪物转地狱，那怪物转出来了。我认证出了这个门外，外面那个工厂。这边可以关音乐。还没吃药。电脑。电脑关起来就可以，没反应，没有。这个人黑暗，看到。もうやめて。死体のお腹の中。これもしかして。これ外にあった石像の部品かも。でもどういう意味か。地図もある。啊，对啊，是那个普罗梅迪乌斯是被吃肝脏，被心脏。啊，吃肝脏，吃肝脏很大。所以现在把关肝脏。水道はあの石像の先だよ。啊，他可以干嘛？一定要去到这边。しないと先には進めないわね。そうか。この部品の意味が分かってきた。都逛完了吗？这地方就没了。再去外面那个。应该是玩过类似游戏的。しばらく誰も来てないわね。ニール、どこにいるの？ニールもあの子もどこ？可以，懂了。まだ足りないみたい。探しましょう。还可以，你在身上。要来这边用。你现在留在身上吗？班长，没了。なんか獣臭い。動物がいたみたいね。獣臭いでも。兽的臭味。野兽的臭味。图腾都被弄光光了，有人就变白了。还有很多未发现的。伟大的工厂。
欸，里面有人了，你看到吗？那不是独的吗？那里面有人的。哦，这有人！看我的极星枪的厉害！爆头！他后往后滑，滑好远哦！有我！没有、啊，然后就变成光山。是超远的，超远的、啊，正常可以滑的。奶奶，你不要动，不要动！这那到底怎么滑的、啊？基本往后面跳了三四步，不会摔倒。右边来啊！药房药桶，哎呀，没多少。这边火药桶，因为我要往这个地方走。哎，有人，有人，看到了，保安在。慢杀，杀你去，杀。武装部，发现我！你们打断我了？有。你随便，你去游，没有那个，没有那个爆爆。要明明就爆爆头。没有，你刚没有敲到他的头。我这么强啊！那他会再起来？不会啊，他干嘛起来干嘛？搞不好是因为头面包的不均，无底这样，变那个胖胖的，胖胖的。我这边有，那边那边。哎、欸，下面有路，这边有路哎、欸。后面也有路。后面还有路吗？没了、啊。哦、啊。是啊。那不就一条路？对啊。这不是这么路，我还以为是很长。哎，是通的，连通了吗？连通的哦，对，连通了。你直接就走下来。没有。满血机。ここで動物を殺してたんだわ。哦，有兽兽。啊，信じられないくらいの血の量。一体何をどうやったらこんなことになるわけ？下面满满都是血啊！没有，太惨。你可以跳下去游泳。哎呦，这样，不得不下去了。我跳下去好像是重点。那边有那个王叔叔有跳下去。这烟灰太多了吗？太可怕了，我喜欢抖。哎，不要这样。我跳一下。对不起啊。我怎么印象？那边有人，火炮人，火炮超强人。那个不要按枪。啊，进去里面。滚！他往我这边走过来，先躲在鞋里面。不见了。他在这里。没看到我，嗯，可以。他找这样，他没看到我。我靠，走那么快！一步一步，但是已经够紧了。他绕一圈，他绕过来。当面遇到他，我血型里面暗杀他好了。没有，我已经在楼梯那边走了。哦，哎，这边有你的宝箱。靠边啊！怎么走那边啊？啊，回去啊！他要过去你那边的了。你看，我在这边啊，没弄。在这儿绕一圈好了。可以暗杀吗？不行的。不知道。
太大只，是要安装暗杀啊？推都推不倒。对，就看他直接冲走。那你全部都走一样？不一样，就看酒吧军人。是啊。旁去旁去啊！靠边靠边，你是哪里？一条路啊！一条。在哪里？来来来！哎，他走小村了。靠边，难怪我都追不上他。快追上！快追上！没反应，因为靠你了。好好好，放我去去去。你的秘书呢？最好是我反应的，要补一点。啊啊！我刚才冲刺就是他反应的。我真是够编的，干小兵出来了。我的集气枪，来打小兵。你怎么每次都可以接体技啊？我这边满满的体技啊，素雨啊，他帮我打。哦，我把他引过来了。那、啊、他要左回过去了。好险，好险！你好，那他吗？没有无限伤。他走过来，他过来了，他过来听笑。没关系，我在找他。他找我，把他叫去，他去写词。你好爽，就你这。哎呦！直接中一发，洛克枪，继续继续，他挡了，他挡了，打了，我要点他。哇！我被五发哎！他的火力有提升啊！那他的炮跟第一次炮火机攻击不太好，射了这么久，哦哦哦哦，又冲过来了，不中，长眼睛啊你！对，嗯，可能敲两下就好，敲两下就好，还要爆炸，还要爆炸。挡眼睛啊你！啊，挡眼睛，挡眼睛！去去去！闪了！哎、欸，这边有那个汽油桶，是啊，好，拿去那个汽油桶，在旁边那里。啊，你醒我！啊，赶紧休息！啊，他死了，救我！你被队友害死了，对啊，我要是被打在地上，找不到。像猪一样的队友。受不了，我先去开宝箱。这边有路，路超多的。哦，这东西那么简单好解，然后一面就是反转反转，超多的啊！这我们把简单东西用的反转，现在反转，大家照多久久让我爽，有人看着就不爽，看着就不爽。就捡出来是两颗子弹，对，至少要一管。先去进的那条路，怎么样？这边一个网站的，这个网站，是进来的地方吗？那进来的地方，是吗？
是有用的。该死了。那往上是哪里的？不知道的。那边还有一条是往上的。那么这往上是哪里？这往上是我们刚才来的地方。啊对，他说旁边那道门。对，那道。嗯，那要先走红门还是走？红门啊。那我们看着比较危险。好，别举重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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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拆你，我觉得他这个不倒，就过来拆。这拆很久嘞，他有很多人，你这边拆那么久。对啊，你要不要让他发现掉？不然就这么上去。我觉得还好，跟他打也没耗什么子弹啊，都是你在打。无敌状态在赢，照一照，照一照，我遮眼睛，马上就扁两拳。啊，你现在两拳超强，等级三只两拳。那强化就要从那个无消耗的技能那里强化。按了。用这个，用标按。那个一定会启动那个。压西凉吗？那你拿起来，它可能就启动。没有啊，启动就不会拿了吧？好，好，那你要防范。再等等电。他还是在转，中分级啊！过去这样子过来，他只是帮我开门而已。你很聪明，那兵甲也过去就好，空气很大。是哦，哎呦，你很冷静又很聪明呢。平常有在吃药，你在平常吃药。一血池，一点，感觉你被锁起来了，干，真的。目标那边没有东西可以捡，能捡吗？タンクの中に何かあるわ。不能捡，被锁起来了。我只要是开机关。嗯，这样不想下去。哎，有，好像是你，靠，好像是你敌我。这也不能转。这是这部剧的东西。嗯。这一带有没有鲨鱼的？没有。几十亿的东西都没有出来。我就觉得要怪物讲的没有。啊？有点，就真真自己。虽然说没有往那方面发展，这个你先，你们先过去呢，先过去了。哎，那个枪组，怎么还有一个箱子啊？我烦啊！看到这个就叫。我应该，我不知道。要太靠近，要刺刺的感觉就会动起来。嗯，就这样。现在就会移动。你把它打下来。哎呦，聪明的。把它打下来，把它打进去脚那个脚一脚。没错哦，你发现了。然后下一个。小心哦，里面有人。嗯。这里面有人。要继续。
还没。啊，打到猪了！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你能吗？那怎么三下就死了？等级三呢，非同小可。你都很聪明，知道要造什么东西。我那块特别大块。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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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跑跑跑跑！为什么跑？很多人来，是不是？很多人。我觉得你那么强，根本不用怕。不要怕一下，要尊重剧情。要尊重剧情。那有人，火炮兵，我。要以刚为鉴。要不要玩？因为必呀、啊。必呀、啊！你这样玩得很开心呢、欸。不是这里，我是玩他追过来。哦，超爽快，真是。没有没有，没有火爆片，奈何不了我。你继续找门哦，是这个吗？这里这里，楼上楼上。啊！怎么还有包包人？啊！上面超多人。死了。啊！你人那么多，你活着？我看你还活着。对啊。我回血速度有那么快？哎，这种亮亮的，是这里吗？啊！靠边啊！这这么多，这是绝境，我记得的，可恶呀！对对，就有人，有人，有人。这边回到桶，过来过来过来。好，那回到桶，你让我来打。一二三，烧到我，靠，外外围着火了。火炮兵，火炮兵，走走，我们这走，不要恋战啊。出口在哪里？哎呦，那个是假出口，这里才会是吗？哎，就是那个门，那就是那个门，你那个门没错。哦，火炮兵飞过来，天尊天尊，哎呀，这边好多人。这里这里呀、啊，哦对呀、哦，哦，哦，我差点出了命。只只怕出你命了。是啊，只怕出我命了。我就打完仗休息一下，哦，斧头没丢是我要救你。斧头人啊、哦，那叫斧头人。斧头没丢是。これで揃ったはず。あ、ビアンカンの死。ビアンカンの死。何なのよ、最悪。とにかくこれで進める。行きましょう。第一次我感想跟他完全一样。太太说什么？何なのそれは、最悪。最悪是什么？最悪。最悪是应该下火。这只骨头的，恶魔。这我不这样讲，应该很说很少这样讲。可是他，你不觉得他讲超多的？啥呀？哦，有枪哎、欸！为什么有枪呢 ？GPC 困难模式的枪吗？上来吧，比较好。最近有没有超多？为什么？为什么你那个枪没怎么在用，然后身上都带满满？你把剪刀箱哎，然后我把左轮换掉。哎、欸，有一个有一个那很近，有一个超多的很近。哎、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把左轮换掉就好，反正左轮子弹都没有。没差，你把它倒存起来了、啊。操作台那么近，对面而已，进去就到了。我已经换掉了。那就把它丢进去了，比较一下你手上的话。你怎么知道它操作台在这里了？我刚来过了。
吧，是吧？哦，一百五，没有装东西，空白的。我把东西全部拿掉好了。一百五，哦，射速仍然比较快。哎，是越高越快，越低越快，越高越快。对啊，它射速比较快，装弹药比较多，不用想。好，这把可以剔除了，把它放在那边。这是，这扔掉了，等下去解锁。主人在这边，主人在可以拿奖。这个换掉了，哎、欸，你换掉它会自动飞进仓库啊？那能过来这边干嘛？我以为它会丢在那边。那我换一下顺序哦，你好。没事，反正你再换角色，还装那个。上，我把装晶片呢、啊。为什么左轮射的比小象还要快？这好难按哦！你那个是烂小枪呢？那是烂小枪，打而已啊。按那个是越好的话，那把是烂小枪，你要干嘛、啊？那这很难按呢。为什么？那手把坏掉了？不是手把坏掉，它的控制的那个很不人性化。你看一下 ，charge 一定要啊，charge 超强。quick load， 哪里 quick load 对吧？第三个，那个是轮轮。因为你是一定掉吧，这个都要看你了。他本来这是什么？对，他本来就14发，那个是增加弹数，不然怎么变不到变几发？你先跳出去外面看就不行。31发哦，14变31这么猛，超猛！看你要装快一点，我觉得把下去拿掉。下去再看，中弹数31加上那快速联动很快，超赚。我们现在子弹数真的超级多，因为你用是用那个，我用刷刷，真的超神子弹，不是父母。嗯，那年，好，那就装掉了。装掉，反正那些都怎么样，比较不需要load。哎，还是人了。好，走，去反正。你还要自动飞机吗？我那个丢在哪里？我刚问你说你为什么不要浪费上面一口？这个倒来了，酒厂的，但是你要靠边。又来了，成功关门啊！那没完。那最厉害的是那个怪物请朝文硕说，就特地翻你。什么意思？他怎么讲的？很久。我后面就有暴毙了。哦，时间来了！哇，这也超出名。欧巴夏，你以为能不能？欧巴夏。你帮我放火。上面有人。好，这边我带你上去。把分开了哟，分开走。哇，你要找一个遥控的帮我关。哎呦，又在等。然后你要换，你要等我，那个，那就帮你关。你也被烧死。这些小兵，放我的狙击枪！哎呦，飞来飞去的小兵，
自己要干嘛不知道。我一个拿这个，你这么强没问题啊。哎，有消三跟他死了。靠，你也太强了吧？为什么？我不知道，可以打的。没有，没有打到。我拿这个要去哪里？哦，你帮我解释。什么东西？你要看吗？四道门，啊，四道门，这边。啊，那真的按下去就开了。开啊，两万几，两万还在，我是想过要掉。哎，开了。啊，我就看到三个箭头啊，所以就那个。哎，这边，现在，先走这边，先走这边，过来这边。不要绕路。正常是要走这边，不是直接按下去。为什么？这边有提示是不是？对，对。看门后面，哦，就直接到门的后面。好，他跟你讲南边有刺，南边没有刺。你、欸、干嘛跳下来？上面有一个宝箱哎、欸！啊，我让你走另外一边，是上面有一个宝箱哎、欸。哇，那个掉了，没办法回去了。你错哎、欸！太厉害了，看到一堆箭头就。因为你只用没有安全屁呀、啊、提这不是准的对啊这边是真的安住安住我跟你讲哦那那有四个数时间限制的四个数超市看他啊左右地方有宝箱。他来了，怎么换我再打、啊？我才一半才一百块然后帮我看那个是在哪一个你知道哪一个、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好赶快过去赶快过去你不要挡路他是转完那个时间就不见了
没有，他去跑。二六零。哈哈哈！哈哈哈！那赶快，赶紧不要紧。快走，快走，快走，快走！那是你的话，你挡不住啊！挡不了啊！你快走！他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一个人玩超爽，玩超爽吗？玩别人冲出来要切我。他妈的！就跟那个英文。对。是什么？啊，那你刚好没去跳水。通に通じてる水路。オーバーシアは今まで私たちを監視して、あの爆発で死んだと思っていればいいんだけど、チャンスってことだよね。こっちが通る。今日は少しを行きましょう。通る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就是你有时候你照，然后照一个东西怪怪的东西，然后就把它过滤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每次大家都这样讲。あの子もニールも工場にいなかった。まあ、工場もニール。モイラの言う通り。ニールの書き置きも罠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你要做吗？你呀，这明明就显示你，明明不关我。ダーリン、何をしてる？这个不是船长。銃を下ろしなさい。このおじいさん、銃を下ろしなさい。何の話だ。俺は知らんぞ。腕輪がない。被験者じゃない。被験者って何の話だ。おじいちゃん知らないの？島がどうなってるのか。一緒に逃げないと大変だよ。断る。ここは俺の故郷だ。出る気はない。美しい島を汚し、すべてを奪い去るよそ者ども、お前たちにどんな災いが起ころうと俺も知ったことか。那中国军消失。那是啊，他被拒绝了。我俺の場所に通してやるから、さっさと消えろ。何あの態度。誰かさんにそっくり。誰かさんってバリのこと。私が左に行こうって言うと右に行く。なんか見たら何めちゃめちゃ目をそっくり。わかる。私の兄さんはそうだった。失敗なんかしようもんなら、本当にもう最悪なの。人馬人馬最近今天干嘛而已呢。最近流浪队子弹。左等着，还不来？啊，这里需要你，需要你，你先回来。这里有个宝箱。这里是死路吗？我这里是死路啊！明天才是要过去，那个宝箱需要你。直接点那个宝箱。那我们来看看是干嘛？真的无聊啊！为什么你都连按都不用按就直接猜中啊？那你就看这个啊！你先就要移一下，只有红色的有机会，那你就看一下红色的范围多大，猜测一下这个。那你怎么猜的半径？那你就这么移动啊，红色就不会有。那只要有红色的地方就是的。2000块吧，500。那我就直接这样了，就打了。这样你按的话，反正会浪费时间。你那边缩小，然后等它放大，在放大期间是一定是红色的，完全无效。玩久了就会，我玩这次的实力比多太多。
我这个没有玩过。来，安吉，安吉。过来，没有后续。哎，这瀑布后面有一个小空间哎。哎，可以爬上去哎。现在才发现，走隐藏宝物的地方哦。哦，100块 BP。这样，好，就这样。那再怎么走？没有了吗？手电筒要不要照一下？没有、哦。那有个开关的，你看这个。哎，你可以下来开关哎。机器完，机器完都没发现。是吗？你关起来，那会不会显现什么宝物、啊？太久了吧？我不知道。有吗？没有，我没看到什么东西啊。这本来就没有门了。瀑布还是有哦。哎，这边有药草哎。有没有药草？有点多。不知道啊，我那不要给干嘛？啊，这边可以进来嘞。瀑布里面，对啊，啊那个门啊，天，大厅，啊太暗了，我看不清楚，啊没有啊，还是死路，我以为大厅开了，所以你不奔跑，你要跑步，哈哈哈哈哈，那盖喝剩了。那很奇怪，可以干嘛？整不起来，想分奖。那我把你物理怎样？你们身上满满止血袋，在这干嘛？我是捡到，我也没办法。那你不要，你把绷带丢掉嘛？奇怪，那么浪费药草。我感觉不合赔到啊！一根药草可以合成六个、欸，有二三赔到对吧？六个绷带，你们感觉赔吗？把丢我赔翻的。你只要保存六个就好了。奇怪，六个用不完。来、哎，火炮人！靠，这有什么火炮人？我们就这边守，地上不会闪。小兵，小兵，好，我来打小兵、啊。我的聚气枪。哎呀，地上会有弹道，会有炸弹。哎、啊，不然靠边跳出去。按住了，起来吗？没事，要按住了，要按回地球按进去。啊，炸弹人！靠，所以不能回避，靠标，可以吗？不能哎、欸，靠标，我现在回避去了，把你揍个，靠标啊！上岸，上岸什么？上岸哦，他现在不能动。所以不是你按住，我也没办法。没有，我刚才确实。要买一直线是吗？多安吉啊！没办法躲，没办法躲。超级车人。那我没办法躲，那真的是进火炮必中啊！是。啊，没有，又电我。每次我都不知道看到他有奇怪的动作。
开始了是吧？还没，我就跟你说，看到奇怪的动作。开始了，开始了。没法打，就像主人一样感觉爽。你不觉得吗？我现在反而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了，因为子弹超神，神到子弹真的多了。还有80发型都是我打的。我操！他每次被我照到他那遮眼睛，我就冲过去打他。嗯。什么？流过去。上面有通道吗？哎，是不是去发现？然后站在下面这边看，铁笼子，铁笼子，又要去啊！可以这样，这边宝物，你看，然后上面去，又要去了，没有保障。给你拿好，刚刚这边有宝物，我先要给你拿好。这边有宝物，先把那个篮子拿走。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那个你一直缩小，对不对？啊，一直缩小，说如果缩到最后它突然就变红色的话，就代表你没有这方。是啊。哎呦，黄金！黄金的、欸，稀有金片。哎，这怎么把丢去水里面啊？丢不进去。嗯，丢不进去代表那不热闹。别准备了，我想把布丢掉。好、啊，把布丢掉。那边过去吗？我想说是那个把它垫上去啊。哎呦，蓝盘，蓝盘。没有、啊。你先上来，先打蓝盘再说。我去下。然后把布丢掉，不太碍眼。聚气枪，不行了，这边只能这个人在这边。啊，这样那边怎么过去？另外角度。哦，布好碍眼哦，蛇，蛇两个。嗯，我以为今天是要过去那边，那边应该可以直接跑了，你跟我就可以了。哎、欸，不行，水里不能待了，要你调查。嗯，六个零件不能水。啊，那全部拿就可以了。我们丢不进水里啊！那怎么上去？我还是很好奇那个感觉关的门还可以上吗？这个门，这是门吗？嗯，好奇的，那个刚才关了，开关不了关。你现在去调查的话，可以再。对呀、啊，这有个门啊。嗯，你在哪里？旁边楼梯上来。楼梯上来。哦，我已经上来了，我那边读正规。哦，这边。正常这边。对对对，我就找到边上。你可以跳过来，跳过来可以爬上去。我已经去跳。那就是看到这个就开始营救。一月八千块。跳下去吗？跳下去啊。哎，转转转！哎，转转转！第二个转转转！不要看干嘛？继续探索一下。
应该是跟那硬币有关。硬币什么意思？哎，龙杖和零件，这个就跟那有关。我再跳过去吗？应该是跟你。我跳下来寻血。哎呦哎，你看，他铁笼子卷上来了，这个原本是铁笼子是下来的。啊，就我们看跳下来的地方啊，就走嘛，跳下来的地方走。那扁婆就是这样而已。很鸟，不是应该不止吧？像鸟鸟的呢，应该还有其他东西被卷起来。哎，有啊，前面那个，哦，没有没有，这还是关起来的。现在就是这个不知道怎么上。你回去再转转看。彻底探索。再观察一下。嗯，哦，幺这里刚刚有人了。嗯，这里没东西。你看我在笼子里面。哎，你怎么进去的？没有，在那个街，刚才就是外面就可以进去了。啊，这是刚才刚开宝箱。那就刚才开宝箱。我觉得是要把水全部降掉，这笼子才可以丢下去的。这个你是不知道的。水路我就是要这样，有没有？就回到一开始进来。那你摸阿里玛森哦？那你，那你摸阿里玛哟？阿里，那你摸哪哟？错。你再回去转这个韩剧。所以你直接爬到铁笼子上面。那你也没有路可以过去了。你要直接跳水，要刷漆哦。这张上不去很奇怪，不是很奇怪吗？一定什么关系？那个镜片在那里，刷漆，这是改写。放弃了，这边可以进去，这边也进去过。
那边进不去不是吗？哎，那边是我们刚才开的那个是不是？要不然进去我看看，是吧？那边啊，会不会过去就？过去就直接读取进洞。好久了，嗯。你还可以这么安抚那边。那我怕你，我怕你啊！那你那边，就是这里。不是啊，你跳过去看。没有啊，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哎，哎，让你回去，这边可以再爬上去吗？不行，不行啊！我家里去。干能 Q， 干能 Q 啊！どこも行きません。提供他笑，哪里都不能去啊！不是这样说吗？喂，你提吗？是吗？喂，哪里都不能去。你提吗？是吗？一 K 啦，一 K 是你自己想，你自己不去的。那一 K 什么？不能去。一卡奈，卡奈是你没有去的，所以我不要去了。为什么是一 K 吗？跟 P 那个不一样意思。那不丢的意思啊？那你就要丢了。那你在说什么？一 K 吗？是另外什么？一 K 吗？是一 K 吗？是？还有这样？一 K 奈，一 K 奈不行。那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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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用 K 啊？嗯，那这样我是那个实用派。哎、欸，那边怎么还有梯子？哎、欸，去去去！哪里哪里？哪里啊？就你刚才那个转完，你不是说那门打开了吗？他跳下来之后，往内继续走。哎呦！他就发现这个，然后结果那边还是过不去。怎么都是像挤牙膏一样一个一个发现的，受不了！就不能那个突然间发现，然后就全破了。这里啊，你看，不能进去。哎，原来如此。就我刚才说那个，哎、欸，那你会不会进去？那我觉得应该要隐藏楼梯，因为他这个实在是做的实在太那个了。太进去了。那就要过关了，你要找一下。哦，拿那么多药草，怎么够啊？药草根本花不完，花完丢在哪里？嗯，你把止血带六张丢掉好不好？血红要追了，止血。细观察一下他变没有？没有哎、欸，我感觉应该是从外面进去的。那怎么把那丢过来？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哎，要不然我在下面，然后你在上面，你看能把丢我？没有，我根本走不出去啊！哎，你看 X 我按 X 按，不行啊！好，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你把 X 按，不行啊！屁呀！直接把它顶在上面！啊，你就盖的，我把你拿起来。语言就是违反常理啊！还有什么东西？那刚才刮了什么？还有血？尸体？什么东西？火爆攻击！无解，无解！这里哦，像这个也没办法进去哦，这个。已经进去过了，还在进去过了。就从那里过去吗？从那里进去有什么路可以？没有，我刚才从上面观察过啊，里面没有路啊。
哦，看你是从外面进去的，用枪打你机关，我零件都不理解。没有，我刚才对有枪对对过了，但没有准心。哎、欸，没有，因为我蛮触发这个。哦，然后吓到了，哇塞，又有新的东西，很紧张。私だけじゃ進めないよね。没东西用，你又没狙击枪关。你看那边应该是没办法到后面去了。没有啊，我应该是只能从前面而已。而且你看，就打木箱有准心啊，打这个没有准心。你把木箱打一下，浪费两颗啊。没扎两颗，两颗要机器哦。没有，让他们出来的什么？那打起来比较威猛，你觉得吗？打出像左轮，哎、欸，没有、啊，你打的什么东西？像砰砰撞鞭炮一样。从这里跳过去有不会吧？不会，助跑一下，助跑一下，助跑一下。哦，哎、欸，你是怎么跑的？嗯，一样跑步。啊，你按跳吗？你按跳吗？你哪来的跳跃啊？你先跳给我看，你先往上跳给我看。珠宝是，嗯，白点，啊，啊，奇怪，这里照你这里说，看起来应该是飞两个人就直接上去了，嗯，绝了。你确定你以后要花那个很多老人说要很多时间来看两个白痴在那探索？而且白痴怎么当初连这个找半天？重复动作已经做了好几次了。别站几巴掌，别站几巴掌，行啊。这地方已经探索完毕了。探索到没办法再探索，这东西又拿不到要认输。哇！我再找出来一次，这橘灯一定有问题。我要打破，红点点，红灯哪里红灯啊？没准心啊！嗯，哎呦，你别冲上我嘞！又拔绿了一次。我觉得这里最可疑啊！这真超可疑的。哇，那楼梯转到零点二九。我不容易发现今天零点一点零点。哎，哎什么？重启哦！这台子好可疑哦，怎么做那么短的台子啊？你回来回去，没有，没准心。嗯，我这拿钝器就算，我拿钝器再走。那把可以开门啊？可以换其他武器啊。换你拿什么？上八神吗？上八神矛盾还是钝器？一开始这个转转转的，我知道啊，刚刚可以转就转啊，我怕转完就扔身上不去。这个不能转，是不是？这个 Looter 你没有发现的、欸？是啊，你按聚焦看看，看有发现吗？哎呦，哎、欸，发现了！
然后发现了一个不错啊，结果他也是这样啊，看之前看到一堆我都没理解哦，靠哎，你不会聚焦一下看一下哦？我以为看到那个只要亮亮都是你看完，都是你已经找完。哎呦，你找新地方哎，什么东西都哪有新地方？就装着本地的，我没有新地方。我以为那些只要亮亮全部都是你们。啊，亮亮亮很急啊！你是不是没办法看哦？我以为 那些全部都是你们找完的，然后那本体就消失了。你干嘛要放弃了？放弃啊！靠边，又不要放弃，我要放弃放弃。好了好了好了。可是我觉得要回到最刚开始的，这也并没有。没有，我已经放弃了。不是在最刚开始，老人那里。对啊，我已经放弃了。哇，我怎么会绕到后面去？我想说绕到后面去应该可以通吧？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那个通行证。那我们要不要上网查了？都不有，哈哈哈哈哈！那这个关键字要打什么？啊，应该会有那个全东西收光了，不回光。哇，你直接看 YouTube 的是？好蠢哦！我们自己那个上网传 YouTube， 就我们要自己先看一些电影，先看。我还在录影呢、啊，等一下我们就要上传。录影看攻略是怎么样？没有，我们先看一下攻略，看一下那到底怎么再上传。无人主义，我们是，我想，是史上最强咖啡。是第三章吗？第三章。没有那个，哇，那几几个，所以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个门上面好像有栅栏、嗯，等一下回头的时候自己就不要走这里。怎么样？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好，那我们继续哦，红宝石 OK 啊，小事一件。这边有两，在这里吗？是啊，因为还有一个，他没进去，他要进去然后逃避无法帮你补血，我自己克。他移动是不是好快？对啊，这僵尸会跑的嘞。这边这个桶子上面有亮亮的，有了，哦，不过已经宝石啦，不仅也 OK 了，那留了之后用，我也不知道啊。宝石呢，等一下要再讲。宝石呢，可以拿来买一些隐藏要素啊，可以拿来，不是拿来升级 BP 除了升级以外啊，那些画廊啊什么的，那个都要。哎呦，地板上这个，我突然长一坨哎，这边也有两坨，画廊啊，然后。特殊的关卡啊，然后角色模型啊，都要借由 BP 来购买，所以玩家就要收集很多很多 BP， 除了升级这个技能之外，你这有三个的时候，就这样掉一下掉一下，然后左右找一下这样，消耗用心，不怕刷出来，你就有大概嘛，然后有红色打开，有哎，那其实是就是。他就把这个水门开，没有任何意义。哦，好的。但是如果巴瑞走啊、等于说巴瑞经过这里之后呢，所以真的进去会有一只 AK 卡在那个后面的墙上。对。那你如果这个铁门没开呢，巴瑞就拿不到。去找那个 AK。我帮巴瑞开的。你如果开这个铁门，巴瑞可以捡到他的武器。哦。难怪我觉得那边是这样子，建筑方需要这样。而且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继续看好了，他应该就快到。好，那玩什么类型？我都玩。好，我把它顶上去。哦，水过去。叫我手都还习惯这样，找我回不去。对，奇怪的新手。上面有一个箱子，你可以开。哦，看到了。诶，错方向。没有没有没有，有三个。可是也上来。好的。
这个宝石会留到下一张可以继续用吗？哎、欸，会啊，就是你捡那个就是 BP 啊。砸死你！哦、没有，那个有干嘛捡东西？其实也没有、啊。没剧情、啊。哎、欸，对面有亮的。对，那你把箱子丢下来之后，八二就可以用箱子去对面。哦，我们不行了，因为那边是水啊，是流过去。哦，好，我们无法把箱子搬到水里面。哦，我们卡关卡那么久，卡很急，卡很急，卡很急。可是我的卡关的图全部都知道了，全部其他东西都解。啊，关卡很急，中机关不掉，奇怪。那可以关掉啊，它有一个键是那个关掉的，我不要你了，那在哪里？一直点点就这样，点点怎么出来？哎，你让我看下去。我们在上面呢，惊奇耶！我们可以放慢点，放在四边这边，看它怎么放。你把它从飞机上拿。对啊，你干嘛？我把他那个啊，他这样挡住了，我把。你要干嘛、啊？你要连点一级八呀？啊，不用了啦，太蠢了。耶、yeah, ，这样，你说啥？耶、yeah ，是这样。那先不要好了，拜拜。我等你弄好，我有事做。天亮了、啊，什么？不蠢，他厉害吧？你怎么觉得反正都喝个饮料，然后你就得把我招呼？你走在我前面啊！我肯定在那边。那亮亮亮的。纸鞋在丢掉了，为什么我身上也是满满的纸鞋袋？我就帮你保存的好好的，丢掉啊，留两组够了啦。好。我想说你十二条也已经太多了，就我身上怎么还满满的？浪费那格子，那个格子还不如留着给我那个装帮你装药材。你是很会流血是不是、啊？一天到晚没有流血，那就可以变装。我稍微聊一点点。你要是烟雾弹啊，你要切换，切换到另外一个 decoy。你按丢手榴弹，按三下左右。哎 ，decoy 收什么 ？decoy。
你可以出战 decoy。不要，我一直要用 decoy。你怎么在后面？我还没冲过去。这有那个台阶。台阶你上去过了吗？我这一次问那个什么，时间评价第一次。他都马力点嗨呀、啊，马力又了。你看他那个不会用剪。哎，靠边啊！直接中招，我一次中两发，好开心。没关系，我们要少装备。只要没有拿去救止血袋，就够了。哇，那么开心！没工作，没工作。我们根本不用耗子弹嘛，捡那么多子弹。哎呦，斧头兵在上面。后面有很多，先上岸再说，所以不回避。好，先上岸再说。去去去！哦，后面有人，斧头兵在上面啊。我要拿枪超强！哎，这样也有打中，打了！好，我帮你了。这个时候止血带就要给用了。你还加油？我觉得五郎哎，我不要给五郎哎。我全部武装，我另一边，我一边有枪怎么用？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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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对，他丢那个很麻烦。你先走吧，这我还用呢。再来一遍。面对谁的这个？没了，那就不见了。那不是有一只怪吗？你讲怪不？你把我关在外面，我被关起来了，被关起来了，那好丢脸，我在这里。哦，楼这两个楼梯啊，好吧，接下来先挂，先挂。你这所以不能闪吗？那上楼梯啊，我不想被那个前后包夹。哦，大头兵来。挥谁？那挥我，因为他没有上下概念。哦，我竟然可以挥得到！两只体技，继续去。那边应该两只，两只在水里，在水里。啊！你丢你！崩崩崩飞！啊！甩手攻击把我甩死！完了，轮出来要吸了。
哇，这丢都丢不反，就是丢给你捡。你看那边弄很久，我就冲回来。这东西在哪里？完全不知道。这东西让我被警惕，我会警惕。让我别了。你要退回来吗？我要退回来。你在楼梯上。东西不捡了、哦。啊？我东西都没有捡啊。捡完没？看一下东西。啊！怎么有一只在楼梯上？后面我们。冲过来！冲过来！去！你在里面去啊？按下跟那个 A。下要重新按才有。我的兵来了，我的兵！战斗队去！幸运！已经！哎呦，解除成就了！你这个拼错啊！不下一次吗？在后面，后面，后面，完了，完了！没避进水，没进水。为什么在后面啊？不知道。为什么在后面有人举？对啊，后面不是没有人吗？还是可以躺在这边那个？没有啊，躺在这里啊，没有，这不是。接过啊！接过啊！然后呢？图腾啊！交易。这个亮亮的，哎呦，哎，红宝石，蓝宝石，红宝石，然后再往墙打。你搞不好那么近，我搞不好敲一下就掉。一个圣诞满满的绿草，我以为英雄了。先冲回去够吗，乔布斯？我挡就上了。
哦，太格挪了，尸体，我被炸下去了。啊，所以不能回避。你上来，你上来，我帮你打几只。吃掉了，躺在水里要被日日。哈哈，你先清过来，你先慢慢清过来。你爬这里。哦呦！进来进，多致命一击。没有，他头断出了。好，帮你用。这招咬很痛。是后面有人，果然后面有人。安奈，太黄了。但是都是人，我死了。他们两个还交换，超奇怪的。你俩要干什么？两个交换超奇怪。你咬完棒，我咬。奇怪，大家我以为被截穿。好、哦，那先把羽毛踢，要把它踢下来。嗯，那羽毛踢下来我最好。你现在在比呢？我在探索。那现在在比呢？而且我一直被你说你讲。那每次动不动要我召唤。哎呀，这样不热闹吗？对不对？我就直接在下面等你。那个箱子，不懂，不懂，这是什么？有必要捡吗？老师，那边是看点另外一种，那个路看点很长。没关系，我捡就好。哎，没有，这边可以接下去。没有，捡，我捡，我捡。没有，这边可以接下去啊，这边没东西。我这边也可以啊。靠边！你那个断掉了，对啊，断掉了，这么开心。那你一定要走我那条路，不要造死。那我下面辅助你。那我被跳起来。哎呦，他跳起来！哦，还没跳下去。是狗有赛啊？嗯，我现在看不清楚，我在二楼一。啊，完了，我掉下一楼。我来看还掉二楼。我现在离你很远，没办法帮你。意外，所以领导我必须要领导。二发太阳，太阳来了，去 ，PK。那就这样吧，上来忙不起来。好，帮你加血啊。因为这样，因为这样，那我也出来了。哎，怎么是加我？没有加你。对。对。对。上去。来。你就掉出来就好了，习惯了。中邪就是要这样。哎呀，西凉啊，西凉西凉，马上来救你！好人的面前是蓄气的。他掉上去。你在哪里？这边。啊，太了。快，再进。趁现在，去去去！
致命一击。是的，我们刚才提 CT 还是哦，害我们损这么多。现在打死我两次，因为没办法杀。因为下面那条是假的。啊，不然你不找到那怪物就不会。真的。欸，这里没有办法照一下，那走过去就爆炸了。欸，有吗？可是我刚才都走过去了。这是一堆雨。这锁链都太强了。解决下面摆集中吧。太阳人一起那个紫外线光，直接紫外线锁链的。那个是武器的，那不是，不是啊，啊，那干嘛？啊，会不会？行，暗兵者，那这个也是绑死定的，绑死定，绑死定吗？我这个游戏啊，我寝室二啊，啊，什么？これは墓みたいだね。この上が通るはずよ。大橋屋に見つかってなきゃいいけど。あ、いいだろ、上に行く方法を探さないと急ぎましょう。もしこれ按下去ドアップ声音。な、躲来躲去这样。奇怪，这张文件的人少。你有什么档案？哎，欸，这边有文件啊，你看到了？有吗？我看到了。哦。杂音调查件。杂音啊，一样，完全一样。杂音是什么？一个名字啊？是说被称为杂音的杂音筒。有一八内鲁，杂音的一八内鲁空气的 ，OK， 杂音呼叫的地啊，这是杂音呼叫的地，被称为杂音的地啊，被称叫一八内鲁，但是那个是被动式，对吧？哦，八内，八内不是一八内鲁，一八内鲁。巴黎不是影子，不是吗？对啊，这一个，哇，这应该是破解谜的。没事，我看不懂。啊，我把声音，啊，你别按急啊，看不懂，看不懂就给按掉，怎样？第一个人曾经是白痴，所以没有梦。第二个人，啊，我搞死我搞死你！脸贴着背，对，干嘛？对啊，脸贴着背啊！脸贴着背是长怎样？不要，不要看一下，应该是我这边三个人，应该是无敌。第四个人是没有头，第三个人，嗯。
就四个人的那个第三个密语，第三个的旁边节目，看到实体一个剪掉。你在哪里？找一下在哪里？旁边，旁边。另外边，另外边，因为没走，已经看到了。往这边过去点，没有没有，这边这边。那我刚才他已经看到我。我说你往右边走，需要过去。我想说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哪里？术语哦。只不过这个民警就是问题。接近动作，然后可能要找人仔细。那你说就一冲一冲一冲，这边出破案的，又会想到那个那灵魂二的那个一直升的，超难的，蓝色法师超强的。那下面是有什么、啊？照一下那个桥墩。过来。奇怪，那到底要干嘛？那是要按那个墓碑啊？欸、这里哦，断头是不是？啊、哦，是要找第四个是不是？哎、欸，是要连依序按那四个是不是？我不知道，可能是要依序按那四个。那第一个是白痴，没有墓。第一个是白痴，找没有墓的，完全没有墓的。怎么样？这里？哪里？这个？哦，这个哈，完全没有墓碑、啊。哎、欸，所以先按到了。我去看第二个笔记。第二个不是脸贴的背啊？哦，脸贴的背是长怎样？脸贴的背应该是那个，应该是反过来。所以星星在前面，你去找星星在后面。就按一下，你看我屏幕上怎么找。全部都在前面。这是我的专利了。你的专业啊？哇，那里还有那个。好好哦。运动手电筒。那个。那个断头的、欸。嗯，那个是第四个。那第三个是在第四个旁边，这样。前面的旁边，大概第三个的前面。你可以被误解了，已经找到最后了。哎、欸，这个，我马居然这么难找。好，第三个。所以你们那时候直接过去了，我对啊，完全不晓得是什么。靠边，这种解谜难得有这种东西，在第四个人的三个旁边的前面，第四个人，四个人是断头，第四个人的三个旁边的前面第一个，那个吧。对，四个。那门打开了，来开开开，去去去去去去！哎呦，我听个枪哎！哎，木乃伊拿起来砸了。零件，哎呦，好多枪哦！没有，这我赶紧丢掉了。哎，你丢掉，冒烟。哎，好多，哎，这边有自燃两圈。阿木满意，木良一照一照。照不完不行。
解谜怪兽证，没有怪兽证哎，那解出来真超爽，不过还没有很难。我换错枪，那我走了。哎，那我们因为你丢在地上的，它会等一下就自动进仓库。那它会一直在那边啊？它会一直在那边啊？那你之前不是把左轮丢在地上，它就自己进仓库啊？可是它会站在这里。我就后来就自动进，只要你捡过了。嗯。是这样。有激光枪了。还有危险机，空瓶子，不能捡。还需要桌子来去鉴定。在楼梯上来，然后直接接门，然后想到就开始紧张。真的很像赌场的，然后一堆肥肥在下面躲一躲。赌场。去过一夜。去啊！游戏里面也是贵的。哟，你在哪里啊？我没看过哎、欸。我在那个赌场啊。你去上楼啊。啊，楼顶的那个。你以为我是那个？不是那个啦，门旁边的就直接上楼了。你那边是剧情的。実はさ、ニールのことなんだけど、一緒にいたとき、ニールの腕輪だけ色が全然変わってなかったもん。いつ死ぬかわからないあの状況で、怖くなかったなんて絶対変だよ。そんな、確かに変ね。いくらニールでもありえないわ。你写是对啊，不然在哪里？这边没有显示小地图。我是从进来的地方右边，然后就一个楼梯，我在往上。在另外一边，哦，在那边。哦，对啊，我先离下去。我们要先找这个。现在不用拦，但是这看起来没有障碍。不知道可不可以枪打下。一枪打下来，我好不好生产？这间吗？不是啊，开过门，但会一直开着，这个关不上。那这间怎么会打开吗？もう一度合流しないと。哦，剧情。那你写我北照，你现在找不到我暗门。
怎么办？进来？对啊，就楼梯上去，就这样，也遇到了。我到了，到了。对，绳子呢？没有。去，马上安静。Easy hit， 好像是那个吧？那不是那个体积会影响更大。有，哎，这60而已，好烂哦。这个88，把物品拿起来。70，这没差多久。你这是不是15？应该是越高越快吧？越高越快啊！啊、可是这个比较浪费子弹，比较好。而且这个比较多格、欸、哇，拿到一把烂枪。那你的小枪不是原本那时候很多？对、算了，你都蓄气的，不用在意这个。哇，看一下周瑜，现在把机关上。非常高速连接，这样特别是高速连接。它强力单接是吗？就是非强力打嘎，打嘎虽然强力，但是很容易没子弹。哦，那就叫你说这是什么？哦，它会自动帮你修正，比较让那个子弹比较容易打中敌人。好，不装机关枪最好了。还是那应该装狙击啊？而且你这次哪是拿到狙击？没有啊，可能在隐藏的地方没拿到吧。对吧？哭了吗？你就装了，那有办法一二一起装哦。不行，走吧。啊，好累哦。我把探索一下，先上厕所。先不要按。你这样，这样你还按？我按什么？你的 paper 你先按吧。这个 paper 你先按。我们去上厕所。是看杯子。没有。新世界を望む者たち兵の手紙。親愛なる新世界を望む者たち。喜んでくれ。いよいよ我が心に幸せにいる時だ。ようやく目的のものを目にする時来た。ここまではすべて私の筋書き通り。あとはあの中で最後の取引で終わるのみだ。あれを手につかめば、いよいよ成果の指示を変わる。そう、この残念を見舞った。フルター三曲の数々が、ほどなく全世界でも繰り広げられる。その時、我々の中で、響く。找一找给我体内打谁敢杀巴提有多大事杀巴提我杀他我可是摩鲁冈上马黑摩鲁冈上马又是出名摩鲁冈
魔力干啥？魔力干啥的？他只得一把，铁的铁的古力西，铁的铁的，要笑开的亚历马奥斯，亚历马奥斯贝鲁斯基纳，没拿什么好的。これはニールのリスト。神聖か魔法との魔法たち
那鬼呢？撸谁是鬼呢？又怪又弄你，操控你。モイラ、ゲーブ。クレア、みんなの名前が載ってる。まさか島に囚われたメンバーだわ。クレア、それでやばい。ねえ、見て。我想当主。選別は完了。ご苦労様。それでは約束した通り。何よ。あなたは約束通りウロボロスウイルスをあげたのよ。ゾシーを射ぬめ。貴様どこまで知ってる。テロ組織レーザーが7年前にテラブリジアパニックを引き起こした時、裏で操っていたのは対テロ組織 FBC。代表である銀月ネイは右腕と呼ばれる後継者がいた。お見通しか。愚かな男ね。また FBC の本を演出するつもりでいたの。化け物が政治を語るか。そんなに大丈夫。大丈夫。那银狐是谁啊？クレア。ミルオ。もしかして泣いてるの？ミルオ。你不是银狐啊？大丈夫。気持ちの整理をつけてただけ。FBC 是什么？他不是个好的组织。对啊，他就说他是原 FBC 的那个重要人物，就称号在。旅行哥哥，你家兄弟。啊，行。哎，这怎么？是秋雅是谁啊？是秋雅。是秋雅的。你是多少？李天晓，李天晓不是气茶店吗？被验着。连拉古修姆。哎，主要是娜塔莉亚，真的。莫伊的，贝多科是谁啊？他有那个包，贝多沃德也有低调。有 Barry 吗？没有 ，Barry 是放你后壁的，现在没有。那直接进来的人不要进来。让出档吗？等多久？那打我都不会死。
雇主尊重啊。你，你，これが俺のやり方だ。そんな。俺から離れろ。FBC の復興は幻。俺が様。照相的一个救的你，扔、出去了，扔出去了。哎、你手影好强，我就去，他就给你照就好了。我照过，你照一下。哎，他烧起来！啊，经过那火焰呐、经过那火焰会烧起来。还有肌肉，肌肉升级。喂，他跳跃。啊靠！我不要再跳了，他直接跳你。哦、他伸手，跟追击者一样。追击者有这只手吗？有、追击者第二形态。小老乔，脚会啊，迅迅迅迅，那跟那个突然灵魂的烧野猪一样。那你们烧野猪、哎，你们烧野猪？有、第一只野猪啊，一代第一只野猪被要烧的。哎呀，地上的也要打、啊。这个地上的哦，啊！我要打地上的，你赢他。变训呢？你随便。你目前都不要打到我。哈哈哈！我忙，讲我忙被打到。是啊，是烧眼珠了，烧眼珠了。啊，烧完了，可恶！不许赢他，是吧？要赢下一个人吧。哎呀！
嘿嘿，马上招野猪，你跳一底牢。他变红，他变红，太扯了！为什么有熊变红再招灯的？关主比我弱。哦，他跑来跑去，地上到处都是。对对，敢打安静。跑来跑去，地上到处都是。要小心踩到，不要踩到陷阱。他也，我来灌他。小伤兵，他还烧水，他还弄水。爆炸！哎呀，烧野猪喽！看我剑那边，这只坠落真的没有远距离，没有远距离。啊，可以捅可以啊！我要先把他身上水水分蒸发。哦，是是是是是，那两个点零，那应该烧的。去，中了中。出来了，伸手，伸手抓火焰，再烧掉。真的，爆炸！很凶！哎呦呦呦！哇！我一定得先，手电筒全开，还要放一堆地上的 BB 人，边走边大便，这样不行啊！那每次那个家伙都等于那个，快快，马一样。哎呀，大兵，我用手电筒烧很久。我去洗澡了，正在大便，我去洗澡。现在又在那边追来追去。完蛋了，被他抓陷阱抓住。他不会不被他跑去找你。没有，大家看到这里杀的。哎呀，哦，这次好会爆炸，又没有人爆炸。这次是第一下。我在跳跃。要去哪里？好了，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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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洗手丢大便没水准。你刚说这边是第二只。啊！喂，你好。是来要我吗？那是什么？
开关。他有说要限制什么时候参加或什么的。就是我可以回拨这次电话，然后你去找。好，这个电话的部分是我们公司的电话系统吧，那你回拨不打，你回拨的部分。
不诈骗的，一定推销。确实不诈骗。一定诈骗，一定推销了。他既然都肯定听了，他说回拨卡片上的东西，那卡片是什么东西？信用卡。对啊，那就代表那是他们公司没错，不是诈骗。因为我觉得他是在鬼打墙啊，他推销了，同样东西讲一讲一讲。我那天没有接到照片啊，我那天我有一次有接到照片，前几天，前几天那个怎么样？他打来跟我讲说，反正就是网拍诈骗，打来跟我讲说什么，我签我那个他电信超商签什么商品，什么签到什么网格什么网格客户名单啥啥。然后他我一听他讲，我就说不可能，我就大声说不可能，然后他就说啊什么不可能，然后我还没接话就挂掉了。因为里面有那种东西，就买过很多次，超级无敌明白，过那个超商那个，就那个网吧送到超商，然后就签收，但是你签收就签到他手，不可能。我又不是只当客户，我还当过冰箱当店。你应该去跟他周旋啊，说重要对啊。必啊，我才不想跟他浪费时间的。我要说打电动，打到一半他打电话了。就说要怎么办啊？我要怎么办？我好紧张哦。然后嘞，那这样，病呢？你那个不是诈骗，那明明就有回拨。真的是他公司的东西，就你那样的诈骗集团，那你就加油。哦，没时间的啦，过不了。你现在在干嘛？我在想一个事情啊。应该打王打到一半呢，打大兵就打到一半。啊，配多了，啊，配多了，我理解。我帮我看一下，把你什么来看一下？啊，第三张漏我两个，第三张漏了两个。哦，文件还会漏。这个人对了，恐怖发展，是点灭，就那个点灭闪烁，点灭闪烁的。靠，这应该是很后面还没看到的，不想点就点下去。哎，第四张，哎，我们现在还在第三张啊，靠，不要再点第四张。哈哈，病人啊，要干嘛？做换班啊！点面说，点面是他感受到他情绪里面，别惊，别喘，又没闪住。
那完全变红色就容易发病了。那、啊、所以拿他利亚早就发病了，但是那个一直维持红色。他的那个都没有闪过，巴黎遇到那个，那我们一直是红色，对，他一直红色，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那是怎样啊？而且完全没有闪过，那可以多买吗？买什么啊？没有，我一直想说从战斗中补足过瘾。对啊，可以突然强化一下。好，去哪里？清他大便。哎，继续在杀。我猛追着。接起来，他红色了。啊！鸡啊！鸡！他皮肤变红。我看到那个。哎、欸！啊，他打偏了，他打偏了！我靠，一个瞬间解，瞬间解的！这爆心脏！开始啊！他心脏爆掉！腿好肥哦！因为整个人膨胀，飞出去，好，全身放满子弹。哎，电梯啊，对，电梯在哪里？看队伍里要直接带路。看看看，很多子弹都没捡呢。应该是那个爆炸机。哦，满坑子弹！喜剧怪还在火里面，那个早子弹应该早就烧掉了。哦，撞半天，撞半天，还一堆没有过。得。我追いたら、オーバーシア。啊，应该就是那个。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ね。外に出てみましょう。もうやめて。もうやめて。やめてください。这个小小小刀。别摘了，这脑袋好像把冷的变对，那种冷的应该很冷。那像顶扣扣，像是软的。那双狙不是很软吗？哎，顶扣扣哎。まったく。没啥子。無茶するね。做出。大丈夫。救出那个痛苦的脸，放开手，救命！救命！死前扑倒，呵呵。救命！救命！开始搞什么？假心机，假名皮，那个吃了一个病毒，哎呀，血出翻在脸上，他，你还这样就有八级啊？三百人，什么灯都是真低吧？那这边有箱子。実験は成功。やがて訪れる変身へ。那不是娜塔莉亚。時は動き始める。那是娜塔莉亚。器は満たされた。就是，刚刚你说的，哈哈哈哈哈哈，啊。
我现在六秒呢。他们要留一分钟，不要去解那个就不要去解一百块就有了。靠，那一百块也好。我记得他说老王解那个好像是几颗子弹，好像六颗子弹还是什么，一样的，就是耗时间的。四个锁，锁越多那个不打意，我搞不好这个，搞不好那个你不开那个就没有事。哦。这是黄金的，哎呦，我好了，你没有看到？谁用到 S？ 啊，谁用 S？ 啊，都我在打，你都没在打，什么啊？都我在打，拿枪的是我，你那个也最好顺命中率哦，全部都算啊，没有，都是我在打，说你都没开什么枪，你可能只有开十枪，然后直接到那个其中一枪，有没有？最后总评价是什么？B， 有不错，没有什么新的。X 啊，你说要不要先存个档，就第三张？嗯，怎样？然后你那个叫什么？你说这个、啊，先存档叫。